大家好，我是白与白，今天拍一个农贸市场给大家看一下。修车店是超市，仓库，这个停车场，嗯，宝马吧，50了。快递站，堵车了。这个是什么条啊？这个是什么条？车上没有人。录影啊？啊？干嘛？录像啊，录像。美女老板，是。对，打桌球。哇，搞的球那么多。啊，没下。看看这边打什么牌。会不会打？是卖鸡的地方。啊，脸痛。摄像，这是做生意哦，小心。高干的停车场有很多，走吧，去下面逛一下。人家被打了。样样两元，样样两元。拍一下，26元一斤。就地白菜抛售。这是卖果的地方，成都面馆。
就是摄像，这是房屋之地，现炒现卖。看风水的书，还有六合彩哦，真的，先录一下。皇帝杆2.5块。本地菜3元，2.5块。这是板栗，免费板栗。5块钱一斤，3.5块，2.5块。老板你好。啊，来。哦，这米是3块一斤，本地3.3块，8元。红枣面，哇，这里好多面。良庆鲜面店，是卖鱼的。天哪，现在这个比较吸引一点。这是卖鸡的。卖猪肉的，哎呦，肥肉，红红的肥肉。怎么样？啊？他啊？我摆方位。一镜到底，停止先。这是卖香蕉的，苹果的。猪肉，猪头。豆腐，
一块。你好，不好意思。卖一些小东西，卖衣服的。走了吗？移风易俗，重建文明。是卖衣服的，什么都有，衣服、鞋子，样样齐全。这里有解放鞋卖哦。老板你好。我还有背包，什么都有。哎，完了。内衣。棉被，停车场，还有卖酒了，66块一桶，8块有一斤呢。哦，店面挺大哦。哇，你好。这个店面还在经营，不妙生炸粉。哦，招工转让。怎么了？这是外围，这是外围，走这边看看。电动车，两轮电动车，店铺。那房地产企业在建房子，三层房吗？这是电器店。逛完了，就这样了。对，就这样子，逛完了。哎。